我上时候这三门光没住那个房子不给你给我大把手那个家别家里老多的时候那个启动机制把腾腾再把卸了卸了就拿着家给修修不能修我买个新的。是的是的我麻烦我上班。是的是的来。不得你给他浇水呗。这地下这个更不好贴了。对不对地下这个更不好贴。哎浇水你。我有劲儿。不得。筋都直接爆出来了。这个螺丝这是最紧的。时间长了。啊时间长了。不得了去刚家给接的人家那有家具在这家具不得。嗯。啊哦开掉吧。把整弄整着。人家那是跌的一大桶那螺丝都推的。嗯。打不着。试试啊要再试试外一打着了。敲敲房吧。咱们正面处理正面处理。不是说是电瓶的事回来买一个三新电瓶也弄也不来。挂这个呀挂盆这个出来。来同哥把这个家具搁起电锅要开吧要开要拉月拉大月手手把子不来咱在家里生不了的。在家里生不了的。嗯我家里咱生不下来。再交给你要了。你这个翻这个我也不动你要要。这个呀这不管这个门关不关。你要门关不关。光这样你要要你要要等了呗。工资白要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张。看你给人要等了。要等了。要等了你给人要吧。要不等了。要。我来啊！咋了啊？啊！你不来，不是那要。我这捏的啊！你交吧。挺好的几个这师傅你看都给买力啊你看这得好好用不着吃这还拽不正啊这先这个那个线有点短着呢在家也不得没家具也不会也不动。真是。
这家伙他是弄个这啥子？这家伙很厉害，你那个什么在这车，这个什么可壮了。哎呀，给我笑的都会有什么了。来了，那个绳子把宾馆凳弄实了的。来，忙的吧，去洗洗吧。只要在这把三门修修，花钱不多，修的挺好，是不是？花100块钱修的杠杠的。俺这回去整个这个绳一摆都灭了，要不然不能灭，太小了。嘿嘿，走走吧。100块钱治了大毛病，俺这城里最多。也是打开了也不灭，这回让你看啊，一打开我这字儿就不下去都压灭。这个绳可壮了，这个绳都不敢打开。